花莲空中大学花莲学习中心109学年度下学期即日起开始招生了，有人文学系、社会系、商学系等六个科系才免入学报名，想要前来终身学习的社会人士和学子们，空大可以说是最好的进修方式。109年度下学期国立空中大学花莲学习中心即日起开始招生了，完全以免试入学的方式来报名，并且开设有人文学系、社会科学系、商学系、公共行政系、生活科学系、管理以及资讯学系、通识教育中心六大科系。空大花莲学习中心执行长林鸿生表示，欢迎社会人士和学子们前来进修。国立空中大学109下学期又要开始招生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为止，就是我们的网络报名的时间。那现场呢，就是12月12日跟13日。那空大呢，有六大学系，有人文学系、社会科学系、商学系、公共行政、生活科学、管理资讯。所以呢，在这么六大学系当中，我们有开设了将近百门的课程。所以一定有些我们的观众朋友有兴趣的，或者跟家庭有关的、跟健康有关的、跟呢整个的环保有关的，都可以来选择你有兴趣的课程。此外呢，我们还开了很多的专班，比如说我们有对军人而开的叫做管理资讯学士专班，另外我们还有公行专班，我们有为花莲地区跟义里地区还有盐井开的公行专班，另外我们还有生活科学系开了一个叫做生命事业方面的生活科学系的课，在凤林开了一个专班，那我们还有开了社工专班。那我们社工专班呢，目前呢在花莲地区是非常热门的，我们109上就开了两班，那109下我们现在也有呢40-50个同学登记要来念，所以原则上应该也可以开两班。所以我们有一般生六大学系让各位来选择，我们也有专班让各位呢依着你的专长或是你的需求来开。而空大呢，只要是一个非常多元弹性的一个课程，而且我们上课方式呢一学期只有4次，含2次的考试，所以在时间上呢也非常的经济而且同学也可以养成一个自我学习的一种习惯，因为我们的课程呢都在手机里面电脑里面，只要你有空30分钟，你就可以呢来研读一个单元，所以呢时间也非常的经济。所以我们空大有三句话，就是人人有书读，时时可学习，处处是教室。所以花莲的乡亲，只要你想进修，想要充实自己，想要呢美化人生，想要增加职场竞争力，都可以加入空大，然后可以厝边就隔壁，老店就老卡，然后大家一起来营造一个书香的家庭跟书香的社会。那我们的洽询电话是8222148，8222148，空大花莲中心欢迎您的加入。空大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执行长林坤生表示，空大拥有优良的师资，是乡亲的好朋友。每个科系内容都符合现代人的需求，尤其是终身学习上的环境，可以让前来进修的学生们，空大是最好的选择。记者 Join 黄世伟导。